一个好消息哦，我也不知道哦。18号6月2024年，哦，老板叫出来的工人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哦，你们没有换，我能有个做哦？看嘛，啊，你们口令会忘了啊？我要看啊，基底螺丝哦，没有撤啊。哦，看一下啊，没有撤，就是要撤要两只按住的啊。看我轻轻撤，看嘛，我轻轻撤。咦，怎么会这样子哎？哦，我知道了啊，灵感人叫不好，我要两只按住了，下面绑个很紧，下面绑个杆拉上 ，very good。哦，这个是讲灵感人叫不好。哦，你们学了几个年的经验，跟这一样，看嘛，一下子就出了。老板，哇，你请个口手这样高的啊，螺丝绑不够紧哦 ，very good。我叫车主换个东西哦，不用靠机器理沙哥，我所讲的哦，你们要相信地址。哦，地址也是神官的哦，这个 Feel 哥，看嘛，找一个专业人士，市场要跟你做不跟你做，是我跟你讲哦。车主要要求的公司 level， 我可以做个告。哦，公司哥不能开机器理车哥，哦，谢谢大家的配合。哦，这个是林国的车啊，林国车，你讲开机器理车哥啊，等下啊，每件事全部要搞掉哦，不需要的哦，就谢谢大家，很满意，告我个人生，哦，车主培训我个专业人士，真正的专业人士哦，里面就要洗。洗基地公司就是洗基地公司，哦，他讲用了一年，公司就肮脏灰尘以后，哦，你们不相信，你们来看嘛，嘎嘎不下样，哦，这种公司没有要下个有个公司啊，看嘛，啊，哇哟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哦，哦，冷固输血不用紧，给要进了住，给进了不住，如果给不新鲜不给钱，你们敢挑战吗？不敢挑战啊，你们不要尬声了，拿机器了，哦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我叫车主做。这个也是要工钱啊，不要讲不用给啊，谢谢大家。